啊，我的手要充满感情。V 了，送发散发我的电力。在没有，对不起，你要这样 V 了。啊，然后呢，再来。你要这样整个这样子包。对。因为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废水。啊。是因为水肿吗？对，有时候是水肿的关系，让我们的脸生垂，让白影流走。好，再来，针对我们的脖子的地方，会有这个。啊，这是淋巴吗？哎，是淋巴。淋巴结。我的妈妈！淋巴结。是要按到痛哦。按照酸疼感啊，有的痛感比较明显，痛感比较明显，表示呢它的毒素更多啊，更需要加强啊，再多用一些啊，这里是霜，没有哎，它是从这里这一条下来，我知道，问题我都不痛啊，它没有，没有，但你没有毒啊，但你没有毒，我们这边也是下面，对，蜡皮霜，因为它眼睛有点松垂的感觉，嗯，所以这一瓶就可以擦眼睛，对。也可以擦这个一瓶到底，对啊，对啊，脖子也可以擦，脖子带一瓶就好了，脖子也可以擦哦。这个墨数刚好可以带上飞机吗？可以啊，30，只要100以内就可以，100以内都可以。记得提拉的时候呢，都不要牵扯到我们的肌肤，让它皱在一起。所以两个手呢，有的手是做固定的位置，有的手呢是做这个提拉的位置啊。像我们在这边呢，就设法呢，把眼睛的肿呢跟一些这个水分呢引流到边边来啊，然后呢最后带到淋巴的地方把引流走。哦，要疼一下的啊。感觉好痛哦。但是为了就是痛爽痛爽，为了美，无声的，对，我们要忍住，因为我咪咪了。啊，那除皱的部分呢？其实戴维姐呢 ，Debbie 姐呢，她这个额头还挺棒的，也没有疤痕，也没有斑点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斑了。我们顶多稍微这样做一下就好。哦。稍微往上，往上的做。老师，那个抬头纹很多，就是这样往上拉。对对对。尽量往上。这地方呢，你也可以按压一下。对，那块不见了。刚本来多一块。就有点酸。一点点。对不对？经常按压这里呢，脸也会小下去。哦，那边是因为有个穴道吗？是有个角肌，有个肌肉在那里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你要调一下。嗯。对，就这里。哦。这里要经常按压，非常的痛。哦，真的很痛。哦哦。所以经常压这里呢，你的脸就会从 U 型脸变 V 型脸了。越酸越有效就对了。好了，我们稍微做了半套，这里姐做完了之后，这一瓶比较大。做之前。啊，对，眉头变高，然后眼睛真的变大，眼睛变大了，整个都提起来了，然后笑起来，你看这个笑肌整个提起来，嗯，然后这边的法令纹是比较，脸真的变歪了，比较垂直的，对，这边法令纹有开始往上，有苹果肌的感觉耶，有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然后你看这条纹也不见了，哎，对耶，这条纹不见了，你笑的时候这边有条纹。对，下面的没有不见了，对，一整个，这边一整个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对，好恐怖，好厉害哦！那我们再看颈部的线条，超厉害的，就是颈部的线条，这个地方，这一块，超紧的，有没有更紧致？有哎，啊，更加的紧致，即使你笑一下，也是很紧，对不对？真的。然后呢，他们有一个测试，就是擦脖子，一直擦，一直擦。那因为戴比姐她没有那么严重，一直擦一擦，她会让大脖子变小脖子，因为很多那种下垂的那种所谓的双下巴，她的体积就变大，就看起来没脖子，直接连在下面，所以就会有那个线条，连在下面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一直擦一擦，它会变成这样子进去了。